龙猫，学名毛四鼠，是一只颜值非常在线的小宠物。如果不嘴馋的话，它能陪你15年。龙猫的小手有着4个手指头，可以像人类一样灵活自由，轻松就能把食物送进口。虽然号称造粪机器，但却是个素食主义，所以它的粑粑没有一点臭意，只是有那么点苦。它们洗澡的时候并不用水，而是用浴沙来滋润。正所谓上好的食材都是自己裹的淀粉，等到了下锅的时辰，隔壁的小孩做梦都想来一份。龙猫也是陆地毛发最浓密的动物，每个毛孔约有60到80根毛发。由于没有汗腺，生存温度需要在8到25度之间，导致夏天需要24小时开着空调。这也正是小编弃养的最大原因，倒不是付不起电费，只是因为浙江的气候只有冬夏，春秋那是战国之前的事了。身为李小龙的忠实粉丝，龙猫的身手也是非常 nice， 跑酷跳高那都是小意思，可最厉害的还是他的剑术，看着架势还真想和你比武。不过在欺负他的同时，可别把他惹急，不然他就会用有点甜的矿泉水来辣你的眼睛。这美妙的矿泉水，你要不要来一斤？